关心天气，今天封面接近台湾各地的降雨、降雨几率都会提高，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地区，天气比较不稳定，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，还有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。提醒您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。而在南部和东半部地区呢，也是有局部的雨势，不过没有下雨的时间还是占了大多数，温度方面则是会稍微下降。在北部高温大约会掉到32度，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温度预测。 基隆、台北、新北25到29度，桃园、新竹、苗栗大约在26到32度，台中、彰化、南投27到33度，云林、嘉义、台南27到34度，高雄、屏东高温还会来到34度。 宜兰花莲、台东25到31度，离岛、马祖、金门、澎湖21到32度。最后几个特别提醒：最近封面接近台湾，所以天气比较不稳定，特别是在中部以北，整体是短暂阵雨，还有天气大部分还是偏热。提醒您一定要补充水分。以上天气资讯提供给您。